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做，每天一分钟。表弟吵着要吃辣条，辣条这么贵，哥怎么买得起？只能亲手做了。自制辣条的原料推荐选择腐竹，要是你还担心买的腐竹有添加剂不卫生，也可以自己磨豆浆做腐竹。腐竹一般又干又硬，需要事先处理，放在热水中浸泡变软以后，捞出来沥干水分，切成条状，嘴大切长，嘴小切短，吃的时候才能任性。把切好的腐竹放入油锅炸到金黄色，捞出来备用。接着准备调味料，热少量油，加入姜末爆炒馅，然后放入干辣椒、花椒、桂皮、糖，再拌炒一会儿，直到香味漫出来。喜欢麻辣的人，辣椒花椒可以多放点。接着倒入几勺酱油和一小碗水，烧到沸腾。最后把炸过的腐竹放进锅里，加盐、料酒，等到入味，水分逐渐烧干，就可以出锅摆盘了。再撒点辣椒粉，嘿嘿，开吃。